中华刚刚有修行人自助加瓜，出嫁的时阵趁机会逃走，今嘛人已经抓到。还有议长郭明东，七八届老陈教练黄志控贪污恶势，今嘛警方申请羁押。军公到敢有被调薪的，这行政院长陈建仁毋忘心计，未来会当正续归。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三月十四公司中的新闻，我是孔阿文。先开始来关心的是，这国民党籍的朋友议长，这老陈昭林，去年底打六连霸来当选议长。啊，最近让人检举讲涉嫌来收恶势超人数甲关税，检调甲廉政署分管啊都去抄。今仔日饭店认定讲，这老陈昭林确实来贪污治罪条例有违反着，有那向法院来申请羁押禁见。去年底，基议会准备就任的画面，搁伫记忆内底。听有关国民党籍议长老陈昭林最近说防检举涉嫌收贿，去超管府临时人员的人事案，甲特定违建卖贴等等，不法所得超过100万。配合地检署甲廉政署13大动作，搜查管府相关涉案局处，并传唤老陈昭林等被告甲证人，总共15人。我们尊重检调，尊重检调。面对议长涉贪，县长陈光浩无愿意加讲。检方连夜侦讯了后，10:30认定老陈昭林、陈信基、姚秘书等3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罪嫌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一名被告经车船处处长以50000元交保，审查庭透早10点开庭审理。好，谢谢。对派出所所长手头接过恭喜的红包。去年九月大选顺利连任的老陈昭林甲伊的翁婿，两人伫平湖镇商界拢真有地位。将近42年的老陈昭林就创下议员10连胜、甲议长6连败的纪录。即马煞因为涉贪互申请羁押禁见，毋仅互平湖当地真意外，嘛替未来平湖政坛的走向投下变数。记者陈环武、陈显坤平湖报道。来看到这柬埔寨诈骗真正是真成功。这柬埔寨总理洪森来讲，伊家己嘛来收到诈骗的消息。经过调查，确实是这辽国的电话号码，啊，不过法规所在煞伫个台湾。啊，刑事局来回应讲，这 IP 伫台湾，无代表嫌犯就伫个台湾，有哪表达愿意下国掠人的意愿。大批犯罪集团伫柬埔寨设据点，骗台湾人海外求职，算是违法做诈欺。柬埔寨诈骗万六家同人仔，就连柬国总理昂森当日也表示，家己也正做诈骗对象。好，一台prank profile， 这老公呀，娘呀，酷死啊！本台雷杜萨，佮这雷杜萨，不巴赖，还把用的了干啥子？那你出境来台湾？并且公开自信，家己讲收到诈骗短信，发送者是一名韩国企业家。原来伊的社群软体被提起用，传送英文信息要求汇款。那红心派人调查了后，发现嫌犯使用辽国的电话号码，也过 IP 位置确实伫台湾。IP 在台湾不代表人在台湾，哦，当然是有这个可能选项的。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已经责请我们警政署驻越南代表处的这个胡志明办事处的一个警察联络官去向柬埔寨当局来去这个洽询。刑事局回应，就算发话地点是伫台湾，也袂当排除诈骗集团是利用 VPN 当作是跳帮等等的手段来避诈欺。已经请驻外联络官甲当地执法机关联系，还未得到回复。只是台柬两国伫打击跨国诈骗，过去毋捌合作过，即摆敢会当顺利展开国际合作，韩国政府的态度正做关键。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有一个受刑人朱汉忠，伫即中华刚刚服刑，因为符合自主加外作业的资格，会当出国去协力抢抢遐做工课。啊，不过人昨处理了，都无影无只。啊，逃亡一天了后，详细的消息是伊伫中华亲情遐，互警方抓到。
在咧中华监狱服刑的受刑人朱汉忠，13号早起利用自主监狱作业脱逃，甲方发动搜索工厂厂区的周围，马上通报警方。刑事局也伫咧重要紧急查缉专案当中，通知全国查缉。中华监狱表示，朱汉忠是伫咧2019年12月2日刑期4年1个月，因为伫咧狱中表现真好，才向选为执行自主监狱作业，脱逃进程完全无异状。搜寻的时候，该员已经不见踪迹，那本监会确认他已经离开我们的自主作业场域，所以我们立即通报，检察署还有及当地的警察机关，传真通报及告发投逃罪嫌。台南民调怪异感，去年曾经发生受刑人林信如脱逃杀害两名警察的命案，引起了全国关注。花莲自强怪异感，今年2月是发生受刑人卢宗龙假期过了未归脱逃。即个又搁传出脱逃的事件，甲方讲朱汉忠是趁便所的时阵走去，加在彰化警方调相关的监视器追查之下，14号早起伫咧永靖乡亲戚引导路旁逮捕归案。那我们早上有收到讯息，说这个朱姓犯嫌疑是有返回这个居住所，我们就指派大批警力来现场来做埋伏。那朱姓犯嫌看到警方出现，他立即从3月9号的一个后门来逃跑，那我们立即来展开追逐，来将这个朱姓犯嫌来缉获。中监强调，朱汉忠是为2021年9月开始，前往协力厂商来协助作业，拢是由协力厂商来接送上下班。即届是毋是有人协助脱逃，有待厘清。专案移送彰化地检署值班。记者彰化报道。来看到国民党一位分林冠局长沈宗龙含三名议员涉嫌收这绿营集团的乌色，啊，即嘛分林的地方法院认为讲这局长甲包厢是互因交保，啊，不过检方是来讲因会去串口经，也个密口经的这自己有哪提出讲过？为着在云林设立风机发电，打头集团涉嫌透过校友包厢含白手套。向国民党籍云林议长沈宗龙和三名议员回落，云林地检署审案议长等六个人，但云林地方法院10号裁定，只有修阿达德判刑前执行长。是本署认为，被告即就是议长及中信包商犯罪嫌疑重大，携有勾串证人及灭证之余，但原裁定认为有犯罪嫌疑重大，有羁押原因，但就何以没有羁押必要？原裁定却没有上诉。云林地检署认为，这案属于重大案件，法院确保以合议庭审理。针对云林议长沈宗龙和中信的包厢，13号下晡向台南高等法院提出抗告。台南高分院收到本署裁定之后，若认为抗告有理由，应该会在近一两日内就发回地院重审。云林地检署表示，这案除了打得判刑前执行长已经受押。另外，涉案的王姓议员和游姓姊妹啊，地法院有清楚交代案情无抗告的必要，只针对检方提出抗告，文理官院长沈宗龙联络未到，暂时无做啥回应，即种问不得。在花莲的交通警察去巡逻时，发现一个查甫人骑路牌撞红灯，从那去查，发现讲伊规身躯拢是臭酒味，对伊酒测，想袂讲讲这查甫人煞汹汹失控，出手来打这警察的红棍啊！警察只好用辣椒水甲这个人制服。时间等到11:17，花莲警方在中山路湾四惠中学附近发现一台机车弄红灯，随上电拦查，结果骑机车的人规身臭酒味，警方要对伊进行酒测，查甫人突然情绪失控，没听完就报警。驾驶人有9位，远警准备实施酒测时，驾驶人情绪失控，辱骂远警及动手掐远警脖子，那远警立即以辣椒水来反制。那并呼叫警力支援，将其逮捕。洪振豪十个人情绪激动，一直用火光家己要去逮捕。警员除了拿按打的情绪，避免伊去弄病，也爱替伊用矿泉水洗目睭。家己受伤，耍一当忍着疼。我便立即将该名男子后施以辣椒水，并压制在地。呼叫线上警力支援及救护车到场之后，实施酒精测试后，该名男子酒测值确实超标。然后当时所受的伤势在这里。花莲警方拦查酒驾，方光杰已经是头一例。2021年也发生一位阿伯啊不服处地当场加重警察的酒精头发的事件。这件酒驾被公警警员的案件，警方依照公共危险罪加妨害公务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泰国这阵嘛是空气污染这温度严重，首都曼谷加这北部大城清迈是噗噗，啊，顶礼拜打底曼谷都200,000人因为空气污染啊去看医生，赶完是赶紧呼吁民众出门时，上好爱挂这N95的嘴阿毛。天顶变作青咖啡色，湖上也变加雾蒙蒙。泰国首都曼谷最近和营业列巴打掉，空气品质是真歹，民众的鼻腔难熬也真艰苦。ใช่แต่ก่อนผมใส่อันเดียวเดี๋ยวนี้ต้องใส่สองอันแล้วทีนี้ไม่ไหวแล้ว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เหมือนกับมัน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อยู่ทั้งวันน่ะมันแสบคอ泰国月初得出现严重影响，曼谷车被国家是有五十个地区 PM2.5 超过安全标准，和感觉公司 IQ Air 评为世界第三污染城市。曼谷政府指出，但系顶礼拜度200,000人因为空气污染引起呼吸道等疾病入院。ค่อนข้างที่จะหนามากแล้วก็ส่วนตัวก็แบบเป็นหวัดง่ายด้วยตอนนี้ก็คือหายใจไม่ค่อยสะดวกค่ะแล้วก็แบบไม่สบายมา 2-3 วันแล้วค่ะยังยากหลายกว่าบอกว่าขี้ชากาการแข่งขี้ยากงูต้องมีไฟเกียงเส้นเอ็นบูเจดีรองจากผู้เตลีตัวชาเชียงใหม่ก็กระชิดติดไปจำเดียวเชียงใหม่เจ้าผู้อีกยังภายส่วนเอาใจชาฮีบังเก็บกวาดยงยะสุริชงไทยบอกว่ากู้จริงจังที่อีกไปเตยที่ไปเชยสิ้นคงคิดพินจีอยากตัวไปอังเดียงบางก็จีเดียวที่ตรงสียากิมกิขอยอบินจังที่สุกังจ๊อกิมกิไทยก็กงจังไปเชียงบอติ้งได้ไปกงบอยสกีเดนี้ก็บอกจังวิจิจนไทยก็อีกยังจีป้าสาสาบันหลังอินวิคงคิดผู้เจียมพ่อเป็นที่ที่ดีตรงกับวิชินเลี้ยง最近开卖出门民众那是要挂出上好挂N95垂暗，恭喜新闻请问你。英国政府上新公布这啊外交国防安全政策报告，今年头一届来讲到台湾，强调台海稳定甲和平解决台湾极其重要。The 2023 Integrated Review Refresh also sets out how the government will approach the challenges presented by China. China's size and significance.Connect it to almost every global issue. But we cannot be blind to the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military and economic behaviou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cluding stoking tens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attempts to strong arm partners, most recently, Lithuania.英国在两年前头一届有发布亲像安尼报告，迄阵规篇无讲到台湾甲台湾海峡，啊，不过今年报告来讲到两届台湾海峡有三届。报告有内底有哪来讲到英国对着台湾议题立场是爱透过台湾海峡两岸民众对话和平解决，唔是任何一边想要讲改变现状对势。啊，英国有哪会拍拼来维护台海和平？来看到在美国矽谷银行倒去，啊，这纽约州的这金融监管机构，有哪关了一间对着加密币有哪较优先的银行？这届这全球银行股是大落。美国总统拜登讲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确保美国银行系统的安全。美国为矽谷银行加密货币产业优化商业银行 （Signature Bank） 的存款提供担保，因而并无受到投资人对全球其他监管机构可能受到影响的担心。美国总统拜登13安打市场加存货。Every American should feel confident that their deposits will be there if and when they need them. Second, the management of these banks will be fired. Third, investors in the banks will not be protected. They knowingly took a risk.And when the risk didn't pay off, investors lose their money. That's how capitalism works. Americans can rest assured that our banking system is safe.拜登也讲会要求国会甲银行监管机构加强对银行的规范，避免像这种倒闭的情形发生。即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人早饮料点心到倒闭的矽谷银行总部外口，予伫外口等的客户，也甲因挂保证，因的钱甲普通时同款拢真安全。You'll be able to wire and do business as usual. International wires will be able to be sent today as well. Wires that you would normally be able to process will be processed as normal. You check your balances should be the same. Learned my lesson. I'm going to spread it.矽谷银行倒闭的根源是来自联准会因应通膨的压力，升利息升真强，美国债券的继续重盘，进一步造成银行业流动性风险。怎么这种情形可能会和联准会考虑三个可能的暂停条款基准利率？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体育方面消息来看到，这世界棒球经典赛美洲有赛，最后一场是南韩对中国，南韩五局就以这22-2提早结束比赛，原来是这一届上大的差分打败中国。啊，另外一场这澳洲赢捷克，澳洲晋级。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美洲有赛。澳洲带着有赛两胜一败战绩对捷克，面对捷克的双后援投手施耐德，先发的第二棒霍尔一开始就用火力支援，第一球上准了就直接把球攻出正面外野红人墙，杨春炮先提分。不过捷克也无咧软，第三局下半局看到对手换投出现乱流，两个人出局13-6，捷克才有机会提分。所以打击的是有大联盟经验的索加德。伊第一球就该攻出去，即个关键的安打串联，火上伫咧三垒的队友走倒来摕着一比分，比赛变作1-1。捷克大部分拢是业务的球员，施耐德虽然一开始就被攻轰让，也毋过所来连续解决15打者，拿出5.3局即个拿落1分的表现，到68了准备要退场，连教练拢汤无啊向伊致意。两队伫比赛中段拢无个提分。一直到第7局，澳洲阁有攻势，两个人出局1-5，澳洲攻出一支正面外野安打，抢到关键的两分。第8局阁再摕3分，扭大差距，比赛结束就8-3赢球，确定晋级8强。这是澳洲第一遍晋级8强赛。伊拉比组有赛，上尾啊一场比赛是南韩对中国。虽然两队拢已经无法度进入复赛，不过南韩自晋级的联盟到即马无法度拍入去复赛。这场是要争面子。第一局顶半局对中国的先发卡特，第三棒李任后一律安打有一分的打点，和南韩先提分。再来江白虎国再甲李任后上台，第一局南韩就提2分。不过无想到讲第一局下半局，南韩的先发袁队仁和中国的打者连续攻出安打，梁培、杨靖拢安打进垒，虽然赶紧用三振解决第三棒甲第四棒。杨国沙补上张宝树，变作满垒，虽然曹杰攻出外野安打，这边就送回2分，和中国甲比数丢平。杨国南韩正紧伫咧第二局顶半局，又搁甲领先拖大，满垒。金惠成接了高飞牺牲打，送回超前分。中国第二名投手郑超群的搏斗又搁让一分，和南韩4-2领先中国。所以来南韩骹手拢挺会，伫咧第三局顶半局，一局就摕8分，包括李正浩2分打点的长打。和南韩扩大领先到12-2，未输干那抢起来南韩，继续甲比数扭开。朴建佑第四局顶半局攻出一个无安全炮，等到第五局就结束比赛条件。第五局顶半局南韩又阁攻出一个无安全炮，郑和成这球直接攻到渡边外野大外口，这球甲雷包拢清空，两粒无安全炮的加持，南韩第五局拍煞就22-2，提前拍败中国，也是这一届经典赛上大比分的差距，摕到小组赛第二胜。南韩结束这边经典赛赛程。记者综合报道。第一组的维内瑞拉是来啊，李天胜要卫冕的美国。第四组对着墨西哥，刷一罗输，不要以这5-11输给墨西哥。刚这点有小瓜卡管的卡特球，攻出杜宾瓦亚红人墙。梅内塞斯攻出一支396英尺的两分炮，和墨西哥先提分，目前1-0领先。卫冕的美国队第二局下半局也开始反攻，入回一分。因讲第四局顶半局，梅尼塞斯过来了，一球攻出去，飞比大国较远。外野手只敢来当目睭金金，看球飞到观众位，接着3分炮扩大领先，变作7-1。墨西哥球迷欢喜甲强烈并过。伫咧过去两队小组，墨西哥2胜1败，这场比赛才有机会搁再增加一胜。美国队的韦特莱根赶紧对投手群稍提醒一下，因讲墨西哥前两名投手表现正赞。山多华再加上阿萨德两个人指挥投完6局，只敢拿和美国队共出3支安打6分，一直到第7局下半局，才对墨西哥第三连投手的手来共出一支阳春炮，球分帮总算有点动，突破连续4局被封锁的情形。不过美国的投手就是压不了墨西哥的攻势，第8局顶半局伊阁自头到尾拍一轮，墨西哥阁摕4分，和比赛看起来差不多啊。虽然美国伫咧上尾啊半局反攻力回3分，依然是无在了赢球。比赛结束，墨西哥11-5打败美国，两队的战绩拢是1胜1败。所以来看第一组的比赛，委内瑞拉第一局就靠着5补上加适时的安打先提分。从来桑坦德一球带来重伤害，
球归出正兵王家洪让球，顶一回这个精英有33支洪让的双坦克，连续两天洪让，这粒三分炮甲温尼瑞拉领先扩大到4-0。第二局顶半局，温尼瑞拉继续有攻势，伫咧皇家队做保守的佩瑞兹上传这粒82英里的快速球，又果是一粒三分炮，温尼瑞拉继续把领先扭回到7-0。波多黎各和对手的先发投手罗培兹压制到4-2，只敢那和波多黎各共振两支安打，波多黎各就敢那靠着第二局下半局的这支牛村炮拍破二人，而且温尼瑞拉的攻势是一波算一波，佩瑞兹个攻势强大，单场第三支安打因此猛打上，全场4支是包办五分的打点，比数变作9-1。虽然波多黎各伫咧第二局下半局有一波攻势逆回4分，不过也是无法度啊。比赛结束，委内瑞拉9-6摕到小组赛2连胜。记者综合报道。同会碰到个压力大，即军公告敢会当调薪嘞？行政院长陈建仁是回应讲，军公告因为疫情对着国家的贡献真大。希望審議委員會有正向的回應。另外，最近這中國電台滲透全台灣，NCC 表示說會較大處理。不客氣，壓力大，去年實際薪水呈現負成長，公共交感是會調薪水，主計長朱德民表態贊成，表示明年還不調薪水，就是連續兩年沒起，對公共交不公平。行政院長陳建仁也正面看待。过去的2-3年的这个时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对国家做出很重要的贡献。那我们也希望在经过这个军公教加薪的审议委员会呢的审议的结果呢，会有一个正向的回应。调薪总是大家都很高兴的嘛，对不对？我当然支持。调薪立委马龙赞成调薪水，因为会当带动国内整体薪水共同提升。不过最近立委接到民众真情指出，新调标的地区会当听到中国统战电台，经讲伫个台中防抗台等等的情形，敢有反制措施 ？NCC 表示会抗台处理。原则上都是采技术反制的部分，也就是盖台方式去处理。我们还会请国安高层，还有这个两岸的主管机关来处理后，做一个政策性的回应。就这个功力的强弱，我们会来想象看，在我们。国内就台湾本岛的，看要怎么来处理。针对中国利用电台做渗透通证，立委会主委邱泰三答应讲，会伫一个月以内，就相关单位开会讨论，提出解决的方案。若是台湾业者做的，就违反两岸条例，文化部 NCC 会去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遐里抢的利好基金的毒药，有学者是建议应该爱回原样。啊，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遐里的利好基依法已经服役40年基本了，无可能过来延。啊，电力会当由这大潭八号机甲通宵小型机再生能源改补起。使用到今已经40年的遐里抢利好基，暂时都要毒药。各界关注台湾恐惊会出现欠电的问题。非核家园政策底下。又没有新的配套措施出来，那是注定要缺电的。学者烦恼目前水情不稳定，不但影响水力发电，也影响抽水欠电的电站。核电厂二号机停止运转了后，要安怎来补原本发电的额，是一个问题。根据了解，核电厂二号机一年发电量是75亿度，占系统总电量差不多3%。有学者建议，核电厂二号机应该延后毒液来解决欠电的问题。核二厂的二号机也是因为。在3月14号，就是明天，就是法规规定的40年的时间到了，那我们就时间就是这样子让它延一下，就那个除一下来。影响核电厂二号机毒液，台电规划机组维修保养的时间，未经过每半年一改，所得做每2礼拜维修保养一改。另外，还佫用3班的制度，还佫有先准备备品来缩短维修保养的时间。另外，针对热人用电高峰度特别高，为着确保供电无问题，有先增加机组。包括大潭八号机有1120条瓦，通宵小型的机组180条瓦，超过核电厂二号。净流量约482亿吨立方公尺，其中大约3/4是排入这个海洋流失掉的，剩下大概只有166到191亿立方公尺才是全台水资源的使用量。怎么把水流下来？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前瞻。立委张基龙也讲。经济部长王美花去年便讲，台湾无欠电了后，即马换强调台湾无欠水。不过事实上，台湾毋是无落雨，欠缺的是省水甲欠水，还佫有调配水资源的能力。
而且政府最近发展南科，好工业用水量加悬，煞无做好配套的措施，地处农业大大受到影响。若是继续欠水，爱文山啊等等的农产，五月三季无法度顺利灌溉。芒果树就会因为缺水灌溉产生掉果或结小果的情况，说白一点，那最后是什么呢？那真的是变成新的芒果干了。水的部分现在是因为南部的这样的大旱，那希望呢在这段时间经过我们的这些抗旱措施，包括新增的水源跟节约的用水，可以度过这段时间的一个旱情。有立委质疑台湾的水费是全球第三低，业者省水的意愿低，应该针对用水量大的产业提悬水费。针对这点，王碧华表示，放水费二月初一才开始征收，后果相款会在立委要求的时间内提出说明。目前无调整水费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即阵仔讲，有呾洪祥国防部鼓励即国军林道领来代替食鸡卵，按个国防部长邱国正是强烈否认，强调讲道领是新增加的营养分。啊，即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表示要促销国产的大豆，啊，国军所供应的鸡卵拢是正常的。农委会宣布讲要供应差不多216,000罐豆领予国军，时间是个外月，国军兄弟逐礼拜会当啉到两摆，安尼予外界咧谣伊讲鸡卵欠货的问题，是毋是已经延到军中，想要摕豆领来补咧？我特别要澄清哦，没有讲说好，但没有了改成喝豆浆，不是这样子的，它是额外给我们216,000罐。国防部长邱国正八岁讲。军中甲民间同款的做法，要来斗打欠卵的问题，先用炒卵来代替一人一粒卵。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伊是强调讲，即摆嘛是甲同款供应国军，逐天有140,000粒卵。头领是为着要来促销国产的黄豆啊。是站在整个我们来促销大豆，也提供多元的农渔畜产品给国军弟兄。要来欠卵的问题，当时通解决。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手提一张无够影印纸 A4 遐大的白纸，表示讲，伫个这个空间要关两只至四只鸡母，鸡母连一个顶重的空间都无，残忍违背动物天性。政府若是无来注重鸡卵的这个饲养系统的问题，开10亿去补助鸡舍，安尼就亲像把钱摕去皮水皮也同款。如果母鸡的饲养环境不好，蛋农的饲养技术不提升，怎么可能光靠一个遮蔽禽舍的补助就有办法解决蛋荒？国内大部分的鸡舍臭光光，成做厝边隔壁种人咧嫌的所在。鸡母长时间压迫来造成免疫力下降。民间团体五望农委会爱提出10年产业升级计划，对症下药，通让国内卵鸡的产业为优先饲养的方向来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农地违章工厂若要立管涉案啊，上晚即二十进前要提交相关的改善计划。按过有那国民团体开记者会来指出，有22间的工厂若申请申请还是扩建的，资格被无符合刷入去立管的审查。公民团体压了中华这间工厂可能是违建的工厂，却进入工厂改善计划中的6罐定数。公民团体指出，像安尼工厂拢总有22间。像政府检举出去的709家里面，我们就抓出了22家。那这22家也是政府得回文跟我们讲说，这间工厂有申请纳管，我们才会知道这样子的情形。甚至在现在30,000多间的这些纳管的工厂里面，到底有多少家？这对我们来说，这应该是我们抓出来的，应该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政府爱中心新查6罐的名单，根据工厂管理辅导法的规定，申请6罐的被登记工厂，必须在20号。进前交工厂改善计划，若无会断水断电。不过，根据公民团体调查，经济部所公布已经申请6罐的32,000间的工厂，有真侪是新增建，还佮有扩建的工厂。怀政府毫无符合6罐资格的工厂，继续照着工厂改善的名义来继续生存。我们会请地方政府再去重新做确认，如果不符合纳管资格，我们绝对那个撤销他纳管。经济部强调，会阁重新审查工厂6罐的名单，落实治理违章工厂的政策。嘛，呼吁目前阁有3,700多间的工厂，爱赶紧交工厂的改善计划，才袂失去争取合法化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
这依然相当比讲有民众发现有点啊，使用叶啊叶瓦替鸟鼠啊尾来怪这哺乳类的垃圾布来遐混拾美丽相片，这引起争议。管政府有闹派人去现场修正甲扣坑，认为讲已经牵涉到交了哺乳类的动物。一只鸟鼠啊尾流用叶啊叶伫草头顶完全走袂去，画面让人看了真艰苦。附近阁有未少鸟友驾驶镜头翕相，民众指控依然相邻比一块土地有人加地主一名用鸟鼠啊写哺乳类的东方狂翕相，甚至推出翕一摆收一百块。诱拍的物种涉及到我们的保育类动物，那针对保育类动物诱拍的情况，我们后续会交给保期进行侦查。国务农业政策部了，已经将往上上判到，因为这款的行为涉及所有哺乳类动物，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专案依法罚办。他也是怕人呐、啊，嗯哼，就是要警觉性要，哦，这样子哦，保持一点距离。当地当地有员看到未少鸟友在翕起幼的东方狂，也表示翕这款的猛禽应该保持距离。现场写翕猛禽的字已经看不到，也拢表示无清楚进前写翕甲收费翕相的情形。听说有没有听鸟友讲说，之前来里面拍照要收费？我不知道。现场地主也挂告时表示无稳准所得有翕相的行为，并且无透过写翕猛禽来收费，也无愿意出面说明。关乎好友鸟友。涉及所有保育类野生动物，会当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相关，会当罚30万罚金。翕鸟啊，应该避免伤害动物，来影响动物的生活习性。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股市除了纳斯达克以外，其他的三大指数是拢收黑，啊，台股拜二来震动。早盘落超过8点，台积电盘中股价$552，今日股会来脱高，新台币相关啊起超过一角。分析师表示，美国会公布因国内的物价相关的数字，这应该影响到起利息的这影响。台股若无法度倒转来回线，短期内底回档整理的机会偏高。平湖航空的股价在二月大起大落，最近一个网友在社群媒体大部分表示说，他是平湖航空执行长，在建华的大学的同学说，他有说公司为这平湖的股票可以解脱，不过这个执行长是好人，有哪赶紧去提过。平湖航空执行长陈建华加公关长陈国辉当在前往北京市人新歌，起因就是一篇伫面册成武航空自救会发文，一名网友点名陈建华是家己大学同学，经过伊介绍有内部消息，才无互吐掉的，也佫讲成武伫4月份有重要的资讯，会当互自救会的朋友反省。散布不实的言论，那意图呢操纵股价，不过他这样的言论呢，已经呢构成了加重诽谤的一个罪嫌。所以我今天按您申告，因为他已经严重的损害了我本人的一个信用。台东做提告，政府讲无内线交易，无希望有民众受害，一切由检调处理。那政府航空十时开盘，以32.7元开出，盘中上悬来到33.5元。分析师认为，航空类股已经经过过年大过进入传统旅游消费，最近应该拢会呈现整理态势。政府自去年9月上市柜，今年1月股价也伫19元左右，到2月中突然大起，徛上42元，了后阁跌倒转去。3月初，政府航空董事长张国辉也阁特别发声，家己无卖股票，开公司但是为了要炒股，即马阁出现网友家己公司有内线消息。政府内部经议了后，决定提告处理，也呼吁投资人唔通听信传言。记者综合报道。咱的风力发电的过程内底，定发生这重大这乌色弊案。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今仔来批评讲，绿能加装是今仔以这环保的名去向业者卡油乌色加绿色，已经严重影响到绿能产业的发展，要求减掉爱因版。支持能源转型。支持能源转型，拒绝黑金横行。大声喊口号，提醒各界关注咱国能源转型过程当中乌金介入的问题。
因为最近这几年来，风力发电等等的绿能产业有真大商机，引起一挂乌心的官员甲地方乌金等等绿能家族咧想空想胖，想要来撑里头。过程之中呢，我们也看到，有许多不肖人士，向业者索贿。那俨然已经成为政府能源转型的最大的绊脚石，衍生了数起的中央地方官员向厂商索贿的这样子的弊案之外，我们也看到监察院过去就曾经针对经济部推动离岸风电的政策不当，具体的提出纠正。现在就用东团十四甲宽团做伙举行记者会，批评绿能家族竟然用环保的名义，甲业者讲钱威胁业者，严重阻碍绿能产业的发展。也批评政府无依法行政，让离岸风电的设立失去民主正当性。经济部在离岸风电第二阶段，也就是潜力场址开发作业要点的时候，就主张这个规定是属于行政规则，而不是法规命令。因为他们主张行政规则的话，就可以规避人民还有国会的监督。想要再次呼吁政府，加强资讯公开，扩大利害关系人参与，这样子社会大众才能够了解并支持这个能源转型。针对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的乱象，时代力量党团要求减调、严格查办，家力量加抓灭掉，也要求政府通盘检视相关的规范，阻挡不法犯罪。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故乡，和媒体逼讲，去年六月有助理研究员在进行国宝所谓典藏转动时，和有心的人在度准啊，和将近十万张的文物的图案，还藏在淘宝提起来。随张啊书画作品画质明明明，还阁分类整理，才会对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典藏文物图档，怎么煞出现伫个淘宝的网站顶悬咧卖？有诶介绍真俗，甚至还阁有通免费来下载，亲像讲是去互人盗用外流去。用了自己设计的一个降档的系统来做转换，传档的过程中呢，出了一些问题，有一些高档降级到。那个中高低涨的这一些呢，那大概是一秒钟左右，它就可以转得过去了，所以它速度非常快。为了要让国宝的图档会当紧密伫个数位平台公开，故宫来做数位典藏作业，结果有一个助理研究员，伊伫个转档的时阵，因为资料伤过头大，所以伫个非公开的内网，甲转移到公务系统内底，会当对外服务的处理器处理。才让有心的人去查图，整体影响估计有十万张图。本来这个高阶图档是不开放的，但是我们只开放局部的细节，它可以抓到150万的局部细节的部分呢。它一张一张的去截取，用这个工具软体批次的去拼凑起来。所以有些图档在外面留的，第一个是它并不是原来的高阶图档原件，第二它有可能有拼接的痕迹。去年甲传出讲国宝被摔破的事件，结果即卖又阁发现讲，伫个去年六月都有多档外流的情形。故宫八会讲，这毋是挑工的，目前这个档案是采取内部的封闭式的处理，因为已经外流属于遮的官话质的多档。故宫当日建议讲，要请律师来提出智慧财产权的受损，要求淘宝的网站都要甲拔落来。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看就是金门这个圣诞的上兵失联走去中国这个案件，立委要求讲爱用上严格标准来看待，讲部队到要换防。这个、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会依法来发布通缉令，不过这个金门地检署回应讲，也未接到军方所以上相关的资料。如果有新的讯息，我们会适时的跟各位报告。金风波二打倒圣诞的上兵，伫个进前失联。陆委会证实讲，伊人伫个中国，外界认为讲这是国安危机。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认为讲，国军应该用上界严格标准来看这件代志。金风波的退役军官张杰伊讲，火防兵会当掌握的军情，若是讲泄漏二打倒的地下通道设施，也是讲地下防务，恐惊会成做强军登岛的破口。安尼嘛，吼，列岛守备队啊，对，是毋是要来换防的议题浮上台面？讲部长邱国正伫十四来做出拨会。反正部队里面，经常做防务工作啊，要经常检讨的，到并不光为了他一个人，我们就大幅度调整，平常战训的状况之一嘛，啊，调整部署啊，这也应该的。圣诞的上兵若是伫个十五这天，如果来离营超过六天，安尼就会触犯地基缺失罪。
邱国正证实讲，会依法来个发布通缉。我们第一通报发了，通缉令对不对？也按照管道这样子，请他们要发布了，宪兵队那边会处理。民众党立委张基乐批评讲，国防部处理的态度是低调的心态，会影响到军中的士气。到底前线的官兵与人伫个对话，这是叛逃也是意外，要安怎来定义呢？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也直接讲，这个案件已经入来到两岸的深水区，应该进入一个深水区，就是说大陆到底要怎么样来处理啊？然后。我们这边要怎么样来因应？说什么国防兵可以掌握的情报资料很多，到那边去就泄露很多情报资料哈。我认为说不要以讹传讹。陈玉珍认为讲，上兵会当泄露的军情无偌济，不过这个代志是牵涉到机密。由于讲两岸互动的管道无够通透，刘世芳强调讲，陆委会已经来成立专案，要来加紧来处理这个代志。目前内部调查起来，无认为讲火防兵会当来泄露情报资料。记者综合报道。要加强国军的战力，国中科院来主导结合民间的科技加这技术，啊，伫今仔日公布军啊看的这军用军规的无人机。工程人员详细调整了后，瑞渊二型无人机完成起降。现场还佫有真侪款的各型无人机，这拢是中科院依照军方的需求研发出军用军规无人机，其中有四款已经正式量产，目前当伫各个军种服役当中。而研发测试当中的拢总有五款大型机，而上使人注意的就是这款巡飞弹无人机，现能比较美军伫乌俄战争当中所提供的弹簧刀300型，会使讲是台湾版的弹簧。具有更大的弹药量，可用于提高它的整个的整体的打击范围以及火力的杀伤力。这些军用军规无人机，包括着征收型的无人机以及攻击型的无人机两大类。中科院表示，研发重点伫咧发展侦察一体以及战略型的无人机，以及克服真侪环境来达成作战。中科院表示，军用军规无人机以中科院来做主导，依照国军的需求发展国际化的地用无人机。伫咧甲产业建构相关的产业链，嘛加强台湾的无人机无对称的战力。有的正在进行测评，有的是即将展开测评，那我们应该会在今年底会有阶段性的成果，那量产也会随着我们的测评完成之后会进入量产。中科院表示，之前公布五款军用相关无人机，将会伫验收合格了后，明年启动量产。这些军用军规无人机，目前征收型甲攻击型各有三款，等伫研发测试当中，将结合国内民间的动能，研发出抗干扰、资料加密以及无作法设计的特点，而且超过八成会使伫国内家己做，嘛建构国内无人机产业链，嘛加强国防实力。记者台中综合报道。现在一会给林淑琳娜宣布讲有新案，过伊讲伊有子宫肌瘤的问题。妇产科医生就表示，子宫肌瘤是妇女常看的疾病，啊是35岁以上妇女都有三成的比率。那这肌瘤是啊发伫个生伫个子宫卡下卡，还是子宫头都早产的风险？大家好，我是淑琳娜。41岁艺人淑琳娜宣布有新，这个消息一个出来，大家是真欢喜。不过伊嘛讲，伊有子宫肌瘤的问题。针对这点，医师表示，有新的期间，子宫肌瘤也有可能会变大粒。肌瘤生在子宫的脚下时，或者是子宫头的所在，都要特别注意，因为极有可能会有早产的风险。子宫本身是一个肌肉，那它有瘤在那边的话，它就有不同的电波出来，就会让它早产。所以它这段时间很可能要小心预防早产。医师指出，所谓子宫肌瘤是一种纤维瘤，也是较快的妇科瘤。发生的几率差不多是三成，较会出现伫咧35岁至45岁之间。发生的原因不明，伊个推测可能是甲荷尔蒙过度刺激有关系。主要症状包括月经来腹肚痛、经血量多、腹肚汤也变大等等。肌瘤若超过5公分，可能会去跌到膀胱，造成绞肉、腹肚痛，就说也有可能会未生。3公分以上就要小心，因为它每年都会长1公分。通常一般大概。肌瘤如果大于8到10公分的，还要小心它是恶性瘤。医师提醒，
国建署补助三十岁以上的户籍人，每一年会当免费做一届子宫头的检查，会当请医师先做做超音波的检查，都会当知影子宫甲卵巢敢是有生瘤，会当量早发现，量早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国家实验研究院加这国家太空中心加这啊科教馆合作，举办这科学家的秘密基地的展览，就着活动的展览和国家级的这工课，大家一同国考明白。拜二透早，台北市文昌国小五年级的自然练习，囡仔来到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看科学家的秘密基地展览。头一届看到太空中心的卫星模型是真好奇。那你原本对卫星的了解是什么？一无所知。对人造的卫星、太空的科技是完全不知影。学生用遥感来操控地面接收站的天线半面来角度，对准福摩沙卫星的模型，接收来自卫星的信息。好，到了，到了，到了，差不多了。好，那你可以看一下福摩沙卫星七号的资讯哦，它有六颗卫星组成的。然后它的重量多少？300公斤哦。那它是一个气象的卫星群。你台湾常常受到地动的威胁，国家地动中心是以手动的模型，让学生看到用多一寡计算甲减震的技术，会当减少可能拄到的损害。就是你希望在地震的时候能够维持它的机能，那你可能可以用隔震的建筑来做。那你如果希望在地震的时候能够减少房子的震动量，那你就可以用自振的方式，就是加装自振器。工学仪器结构台湾上大海岸层，国内上界先进的 AI 超级电脑，国研院甲太空中心合作，甲尖端的科技转做中小学学生嘛，会当有基本实习的展览。希望科技的人才会当向下来培养。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拜登政府